当你从一张偷啥小，敢不敢别偷？很凶欸我。八点，九点。喵喵哦！八点建平大街，欸，是所有手牌下一回合全部都重用哦，造成12点伤害能被升级多次哦。什么？在死亡时？呵？啊，去死啦！异伤，异伤是干嘛的？从攻击受到增加，持续两回合哦。二三，二三，四三，算术游戏。欸，时候开始一个人，习惯一个人，算不算天分？什么时候抽完烟一个人？有够没？六点，八点。四点四七
这是什么时候可以用啊？战斗时候吗？引用。大大你好，哦，32耶，哇哦！殊途猛进，哇！以上效果结束，啊、现在干嘛？强大的负面效果。乌利亚，我在想啊，刚刚那个扔牌那个，我很好奇耶，看，因为我看不懂。我靠，我不能。你想干嘛？你是想对我做坏坏的事情？哎，他这样不好哦。嗯，他安内哦。啾啾。这太扯了吧！3 4 12 12 12 12 12 12，获得五点，一、二、12，两滴血。我是不是要死了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觉得我要死了哎、欸。进行隔挡哦。他将进行隔挡。一，二，你要干什么？九滴，下一回合隔挡。哎呦！在玩防御的游戏哟，强大的负面效果啊，给你强啦。嗯，敌人将进行强化，攻击伤害降低为2。每打出一张攻击牌，受到3点伤害。一、二、哦，懂了，懂了。我是要死了啊！怎么赢得了啊？3 4 12 12，哎，不对哦，好像会赢哎，应该吧？
安安啊。16防御。16。12。17。一。救。哎、欸。攻击降低为2。5、10。哎、欸。赢了、欸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那个金色的光，什么鬼东西？什么叫什么可能？什么？哎、欸，这什么意思啊？那个，他那个金色的图是什么东西？每回合开始时获得那个是什么东西？在卡片奖励画面可供选择次数少两张。这都负面的吗？石器时选择移除、欸。可以帮我解释一下这是干嘛的吗？笼中鸟啊，破碎金罐跟灵体外置。来，请开始发言。哎、欸，所以正常来讲应该要死吗？我也很看好那个守护者，只是他的攻击模式。也太北蓝了吧！靠腰看不懂，啊，他这个每回合是你的手牌五张变成三张，对不对？那每回合开始获得这个等级，执起时可选。你看一下绿色，这个就是获得那个东西不能拿到钱呐、啊。无缺有玩吗？应该小雨有玩，我知道。而且我一直没喝这个、欸，是我要去 Google 啊。没关系啊，那我们就选这个吧。选这个。当你获得一张诅咒时，最大生命值提升6。你猜测没用啦，我选下去啦。哦，一直爬下去哦。哇，这怎么可能啊？黄色是多获得能量哦，真的耶，但不能拿到钱了，哇。我再也不用去看那个嘞，这个10点12，啪叽，结束回合。哎、欸，白痴，我还有一点我忘记了。
气死我！白痴啊，这个也不能用，气死！结束回合，咬轻一点啊！感谢你，感谢你这么温柔。有啦，我看得懂了啦，有人回答我了，看懂啦。欸，那这样我可以四连击，对不对？哇，真的欸，呜呼！消耗一张手牌，抽取两张牌。贪婪之徒啊，造成12点虚弱伤害，给予20%虚弱，对所有敌人造成8点伤害。这个啊，欸，是我要狂喝药水了，是不是？丢弃。获得2点力量，获得2点力量，你失去回合时间，失去力量，获得8点格挡。我感觉这个蓝色的是品质比较好的呢。从手牌中选择一张卡放入手牌，给予2点一伤。我可以卖东西吗？好了。哎呦哎，真的觉得好玩多了哎！获得100块金币，悔恨，无法。在你的回合结束后失去有嗨你好被练选择8点清清玩家回合获得力量哦，你要干什么？强大负面效果，挣扎吧。什么诅咒？打出一张非攻击牌，将一张哦，拜拜。获得5点格挡，在本回合中消耗所有手牌，每张消耗7点。欸，我刚刚选100金币干嘛？结果也没获得金币啊！哇，可恶！我想说我还是可以拿到钱。消耗的卡只能用一次。欸，哦，有人有人。先放这个，再放这个。再放这个。啊，打错只！哎呀，哎呀。
放错了，糟糕，八点，糟糕，我刚放错了，要来个四连击的说，力量，九点，十点。八点伤害，哎，屁啊！你怎么咬到我？敌人失去两点力量。